14号晚上8点的背水一战，你参加了吗？背水一战的最终 boss 他来了。小趴刚开始没发现，后来打着打着突然想到，这玩意儿居然是黑泥沼副本的 boss， 他怎么逃了出来呀？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 boss， 也逃脱不了被喷火炮台烧烤的命运呀。让小趴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活动伤害排名居然有巨额奖励，我还在那里拍照玩。哎，现在想想真的是后悔极了。打完这个 boss，排名就出来了，第一名是我们营地的新鬼，第一名居然能拿到240的勋章贡献度。打完这个 boss， 新鬼直接就变成了这个活动的第一名，第一名可是有服装奖励的呀。看来这个不单单是靠运气，也靠实力，只要你能刷伤害排名第一，你就有机会拿到第一名。不过咱也不是没有机会，因为这个活动还没结束，接下来的剧情一个都不能错过，而且必须去打排名，说不定咱们平民零氪玩家也有机会搞个免费服装穿穿呢。